有一个财主，他有很多的钱，可是他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他有很多的钱，然而他使用着只有他的快乐。许多借的人在富饥，但他并有帮助。 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萨路，款项凶相，被人放在财主们烤药的财主桌底下。我肚子很饿，现在我饿死了。 我病了，帮助我吧，可怜我吧，有钱人，请你帮助我吧，给我东西吃，可怜我吧。 出来吧，帮助我吧，帮助我吧！啊！你是谁？你走吧，你是讨饭的，拉萨路是不是？是啊，对不起，有钱人可怜我吧，我现在很饿。 我要东西吃，有钱人帮助我吧。三天我没有任何食物，好僵啊！我不知道你，你走吧，我没有东西吃。有钱人，我生病了，如果你帮助我，上帝要祝福你。我来的话，上帝是谁？上帝在哪里？ 你的话是笨蛋的话，不是不是，上帝在这里，信耶稣吧，啊，信耶稣吧，哎，你笨蛋，啊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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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笨蛋，啊，好痛啊，你是笨蛋，从我的家出去吧。 你是没有希望的人，既然你生活这样痛苦的一生，你口里有更好的救下。我不是，虽然我现在是痛苦的讨饭的，但有了大的希望。什么希望？因为我信耶稣基督，我能去天国。你说什么？天国在哪里？ 你是真的笨蛋！啊，没有天国，不对，有天国，有地狱。如果你不相信耶稣，你下去地狱，有钱人一定信耶稣吧。要是你也想教会信耶稣，你也能去天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哈哈哈哈！胡说。 那是骗人的话，天国在哪里？没有天国？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有，没有。你做个傻瓜，好痛啊！各位小朋友们，有没有天国？有。啊，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有。你们也是笨蛋。
你相信TV，你是什么？你要让我打吗？好痛啊！好痛啊！那么TV是怎么样的地方？是非常热的地方，有钱人可以改吧。 不止你请TV，TV吗？啊，你是疯了，小朋友们，有没有 TV？ 有。没有？有。嗯，你们也都是笨蛋。我不信TV，也听。 不要骗我！你们相信耶稣吗？相信！不要那么笑我！没有！有！没有！有！有！有天国，有上帝没有？ 不过天使出现的，并不由他。拉萨路啊，站起来，喝了酒。拉萨路啊，站起来，喝了酒。哦，你是谁？ 我是一个天使，从天国来，跟我进入天国吧。天国是很好的地方，有漂亮的地方。我真可以去天国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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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相信耶稣的人。 都能去天国，拉萨路，跟我来吧。小朋友们，我现在去天国，你一定相信耶稣，来到天堂吧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跟我去天国吧。 人也死了，并且可怕的魔鬼把财主领走了。在这里为什么很多的人？你们爱我吗？我爱你们。 你是愚蠢的人，嘿，过来去吧，来来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想什么？你要让我打吗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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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아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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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非常好。哦，感谢主耶稣。哦，感谢主耶稣。感谢主耶稣。哦，哦，你是谁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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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你是谁？我主亚伯拉罕呐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你是我的儿子拉萨路吗？因为你相信耶稣，你来到天国过天国。哦，感谢主耶稣，我信耶稣很好。哦，当我生活在世界上，我身体是很痛苦的，现在头痛。为什么没有在这里没有医院和药店？哈哈哈哈哈！在天国没有病人，所以没有医院和药店，哈哈哈哈哈！不，为什么在这里没有坟墓？哈哈哈！在天国没有死人，所以没有坟墓。哦，为什么在这里没有公安局？哈哈哈哈哈！在天国没有坏人，所以没有公安局。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超市？啊，什么超市？我想用买东西吃。啊哈哈哈哈！在天国不用超市，这里是没有饥饿的人。哦，在天国，大家吃生命树的果子。哦，生命树的果子吗？一公斤多少钱？一公斤，在天国不用钱，一切都是免费的。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爱，上帝我的爸爸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哦。可是哪里如何是什么啊？那是啊，生命河，每个人都可以在河里游泳啊。可是多少年我可以住在这里天国？哦，啊，你可以住在这里永远。住在这里
不信耶稣呢？我不相信呢，天国和地狱，我不相信呢，上帝和耶稣。哈哈。已经晚了，已经晚了。啊哈！我就要不然了，可怜我吧，拜托你，哪怕拉萨路在这里用他的脚趾胸，这里用他的指头尖头滴一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上疼吗？可怜我吧。不能，因为地狱和天国。现在到谷，所以不能下去。阿主啊，求你打帕拉萨路到我的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拉萨路可以见证，为他们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不能，如果他们不听牧师和卷道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我听觉啊，我是真的笨蛋啊啊啊啊啊，我是真的笨蛋，谁把我从这里救了啊，我出来了，我错了啊，比我在这里永远空痛苦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啊，要死再见。